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的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，那我昨天跟各位讲了，今天一样是扣高转折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昨天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是跟各位讲，今天一样是扣高转折。那扣高转折的意义就是还会再跌，对不对？但是请各位注意哦，这加权的部分哈，那当然我有带棋子，我也可以去算棋子哈，只是棋子它不能预告。来，今天在这里对不对？好，明天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扣，这今天加权收8940，明天扣8848，后天扣8631，明天是。节前中秋节前一天，然后这是下礼拜一，这下礼拜二，那么今天收8940，告诉你明天扣8848，8848是不是在它之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下礼拜一，下礼拜一扣更低，下礼拜二也是扣低，所以呢，告诉各位，明天压回过程里面，你要占买方。听得懂吗？为什么这样子看？我先跟各位讲哈，一个所谓的基本观念哈。台湾投资朋友做股票永远是，来，价值条件股带，你可耐，真的股带哇，一个好大的一个所谓的头部，对不对？啊，呈现破线。如果你是一般的所谓的投资朋友，你没有学过事先预算的技术。头部跌下来要放空，不对，你跌下来是事先算出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你反而要买。散户会买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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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户绝对不会在跌势的时候买。这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头肩顶，对不对？你像看现在的一个所谓的投顾节目，所有人都告诉你小心。对不对？那我跟哥哥讲，很好啊，我半夜要吹点弄暗送啊，因为你要站在买方，散户永远不会在低档买，他会在高档买，低档破线的时候卖掉兼放空。那重点是，当初来，如果你这样子看，你根本看不出来 K 线是怎么一回事嘛。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高点，这边低点，这边是高点，这边低点？但是你学习到技术分析，来到这边，你算出这个 K 线还没看到，我都告诉你，扣高转折会跌。那这斜率向下，斜率向下，是不是不好？那我算出扣低转折，是不是会涨？对不对？然后来到这边，这三根没看到，扣高转折会跌。然后来到这边。我已经跟各位讲了，这个我都事先预告的，没有事后哈。来到这里，再来未来三天扣低转折要涨，听得懂吗？那你是不是抓到这个高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请举手。那这个就是特殊技术分析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你学传统技术分析学得越久赔得越多，为什么？举个例子哈，这一根带量过前高是不是要买？这一根有没有带量过前高？是不是要买？结果扣高转折它却是跌，然后呢再用一个技术分析哈，我没看到，然后我再跟各位讲，我没看到后面，那就告诉你，这里你不要看好，9258到9309，最高到9278，
但是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过前高跳空上开斜率向上，我算出空底区，算出扣高转折，斜率向上，斜率向上，是不是 K 线排列斜率向上？它是扣高转折的温系耶啊。那现在跌到这里，散户看不好，外资今天又卖超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跟各位讲一个所谓基本观念哈，散户看好你看坏，散户看坏你看好。那尤其有很多的所谓的分析人员，其实是有白算好啊，你知道不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有白算好啊哈，我是有牌的分析师，但是节目上有很多是有白算好啊。常常做股票都要买这个，你比如讲，这种老师，这种操纵，四五十块不讲，一百块不讲，两百块，讲得爽得很，这一段上来就知道高点是在这里。那我问你，你这样子看操纵，你可不可以买？投顾老师会在这里介绍，因为在这里介绍告诉你涨很多，他才可以骗得到你啊。双红。二三十块不买，五六十块还可以买，涨到从二十几块涨到一百多块，一百二十一，是不是所有的分析节目都在讲双红？请各位注意，你要看这个老师行不行，就是不是骗子，就看他介绍股票是不是涨很多。就比较讲，星象三百块的时候有没有一堆老师跟你讲星象可以买？那你要不要看一下星象？从这一段就算出三一六不可以买，我有看到吗？这最高三一七，三百多块现在跌到一百多块，三字头现在变成一字头。对不对？啊，你来看呢、啊，操纵，这里怎么可以买？你看哦，涨这么多，这里怎么可以买？要不要算一次给各位看？散户永远在高档买了，低档永远不会买，散户会在这里买，跌下来这里卖掉，然后呢？现在涨上来，涨到这里又开始再买了，涨上去190再买，很多投顾老师在介绍，包括5474174，多少人在这里讲昊鼎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昊鼎还没有解盲的时候，我在节目上面讲，我说。你要小心，他解盲不会过，啊，不会有人相信的。当初这里没看到的时候，告诉你726要跑，对不对？没人相信，啊，现在来到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看一下昊鼎哈，六七百块是一堆人很敢买了，然后你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？我没看到后面哦，来，这昊呆他哥哥叫昊鼎，我700多块就知道了。好，好 ，OK。当然很多人不会相信，那无所谓啦。只是我告诉你，存在技术形态上，我们都可以是事先做预告，涨多的股票，我一直跟各位讲哈。你做股票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不是买现在在涨或涨一大段的。就比来讲，现在有投顾老师会介绍 TPK 吗？这附近可以买，因为散户不敢买，来到这边超跌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。你看宏杰科，100多块一堆人勇于买，跌到这里。50块附近没人敢买，最低我曾经跟各位讲过46块可以用力买，对不对？
宏达电低档60几块叫你买，100、100、100来，你有几块叫你买？100、107、108叫你卖，然后跌下来，我说来到这80块附近，非洲斑马欧北北，为什么破线？破前面这个平台，散户会不会买？不会。再来看，精彩，我在低档这里用力在买，有赚钱，但是呢赚不多，但是呢我就这样子操作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在做股票，你不是压回整理跌势才买，你是买现在在涨或涨一段的，你机器狼，不可能叹气。就跟指数空间，我昨天怎么预告各位的？9月12号讲，各位跟各位讲，9月13号，我说正对收向下在8905，双关价的下限在8904，这边都在890几嘛哈，那我说正对收向下在8989。双关价的上限在8989，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，这边8905，这边都8905、8904嘛，所以是8905，然后这边是8989、8989，代表这里是空底。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，我没看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涨到这里你不要看好，而且昨天还是告诉你今天扣高转折，见高以后我就知道有一堆人会进去追，啊，不立马就看家去的。我昨天有跟各位讲，涨到这附近你不要看好，今天最高9014，跌到这里你不要看坏，最低8885。那我调整一下呢，也就告诉你，高点的时候8990以上你不要做追，今天最高9014，开盘没多久见高。我这边跟各位讲8990，这里是不是差几点？24点。那跌下去，我不是告诉各位，8905以下你要站多方，最低来到8885，是不是告诉你高点这里不要追，低档这里你不要砍，那最低只到8885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我事先跟各位讲，这边高点，这边低点，对不对？那我一开盘我可以做调整。你现在用计算机来哈，用计算机，这叫做功夫啦。你唔是逐工听咧都在讲，伊赚偌济都偌济。你爱学哦，你无学，你即世人无可能赚钱哈。来，今开盘在这里，这一根是不是跳空上开红 K 棒？这一根9:05，9月13号9:05，用加权。好，那我能不能讲台子期？也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讲加权。我可以带台子棋哦，但是我用加权比喻给各位哦。好，那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今天的开盘，那怎么去抓？我只算到，注意哦，请拉近一点，我只算到昨天的收盘这个点。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是8999，我调整一下。哦，高点8999，昨天告诉你8990嘛，调整一下8999嘛，那我就算顺便算出来，哇，低档是多少？8894，8894，今天最低8885，这个高点有没有抓住？我这个低点有没有抓住？好 ，OK， 那行进过程里面怎么去做？我高低点抓出来，那真的这边是高点，这边低点。好，来，怎么做调整？以后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你。好，我没看到了哈，我怎么去抓这个高点，这个低点？很多人呢，早上买这里，跌下来砍在这里。你如果懂的话，你就知道跌到这以下是买多点吗？不是压回整理跌势才可以买吗？啊，你们是涨上来才会进去买，跌势你去砍，你就追涨杀跌。我是事先算到这个高点8999，那昨天就跟你讲8990，对不对？那跌下去就告诉各位8894，这边8885。啊，你要是要这里卖，这里买，不是这里买，砍下跌下去在这里砍掉，给搞多多加
兼放空，啊，都爸妈相相生嘛，买伫遮，独伫遮，大家放空，各有加起来，遮输一抓，遮输一抓，爸妈相生。那我们事先算出来，这边是高点，这边跌下来是低点，高买，高卖，低买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怎么算这个高点，这个低点？来，简单的我教各位算，我们看到后面，低档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涨上来又一堆人进去买了，哪里？就这个点，这个点就在这里，八九六五。那请各位注意看，这个高点最高多少？八九六四。这根这弹升上来，啊，很多人是不是会在这里买？买这里，砍这里，放空起来，搁多一家红加掉。搁多一家，搁空单，一个红，嘎告家搁停损。那你学习到技术分析，这个点，这边，这个点，这边，那重点是，小弟在下不才，我是今天跟各位讲的，还是明天，还是昨，还是今天才讲的，还是昨天讲的？我都是昨天讲的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这个高点、低点、高点，那这个低点怎么算？好啊，很多人说老师这个点怎么算？九零一四减掉八八八五那个数字减起来以后，乘以零点六一八再加八八八五，你得到答案就是八九六五。听好，那这个点怎么来？我不用看到后面呢，我都可以事先算的啊，这点怎么来的？这边八九三四。这最低点多少？八九三二。那这个点怎么来？八九六四减掉八八八五，那数字减起来后乘以零点三八，减掉八九六四，你得到的答案是负的，没关系，就八九三四。听得懂的请举手。没人听哦。你要不要学？那你学到技术分析就是，昨天就知道哦，昨天就知道，这边是空底。这边是多底，今天调整一下，高低高低都抓出来，要不要学？那就随便你。来，看起来，九月十三号讲，九月十四号，我说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八八七六，破三根架的中关在八八六零，正对收向上在八九八九，过三关架的中关在八九九三，好，你说老师什么叫正对收向下在八八七六？你说我会，我会教你啊。还有破双关价的中关在八八八零，那这是怎么算的？当然是特殊技术分析啊。正对收向上在八九八九，过三关价的中关在八九九三。那你看这边都在八九七六、八八八零，所以明天的多底区是在八八八零。那明天的空底区呢？八九八九、八九九三，啊，这边大概就在八九九零。所以呢，九月十三号我们讲九月十号。这边是空底，这边是多底，涨到这里你不要看好，跌到这里你不要看坏。你要看这种节目，那有很多近期郭先生点节目，很多人在注意看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老师是挥家鬼在外补鼻啊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报说，哎，你要去看那个郭先生电视节目，他事先做预告，然后呢，有状况的时候他还会去做调整，在节目上讲的技术分析。那有一些投资朋友，他是因为没有时间看，没有时间看，啊，哎，电视播出的时间是六点半到七点，有一些人还没有下班，那说没关系，你上我们的启发官网，啊，我说 www.com 启发 chifar.com.tw， 你每天你把我点出来，每天去抓，看我有没有讲谎话。你可以看连续看好几天的，哎，真的每天都预告格子的，好准好准好准。那你要不要学？就要学嘛。所以侧标给各位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市场上长长久久的存活下去，要有事先预算的技术。你还可以抓的高点跟低点，听得懂吗？那你这样才会如同我侧标旁边写的，我说花光怕光西温你啊，另当清求呢。查到八卦关系，你是温书的哦，听好不好？
那做股票一定是低买高卖，宏达电没人要，我要买；宏杰科没人要，我要买；TPK 没人要，我要买；精彩没人要，我要买。那你可以去买双红啊，你可以去追操纵啊，对不对？六个系边老主计，认同我的理念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就注意广告中实战电话。那我们推出一个专案，对你非常有利。那我跟哥哥讲，我教技术分析这样多，我做投顾老师是副业，我只是想要教一些有心想要学，或是你之前不管你做指数做股票输得很惨的，你一定要来学，因为你学到以后，你就不会追涨杀跌，你永远知道个股跟指数的高低点，你会变高手。好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最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中秋节感恩回馈的圆满计划哈，让你月圆人团圆，月满财更满哈，春夏秋冬整年发，财库满满满哈。想要赚钱学技术哈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8月15日中秋节，启发投顾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月圆人团圆，月满财更满。启发投顾中秋感恩回馈特别推出圆满计划，让您春夏秋冬鬼泥化，财库满满满。投顾界的领导品牌启发投顾圆满计划专线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其实我要当投顾老师也都是给各位一个社会观念。好，我说不要追买股票。好，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有三步政策。好，来，那哪几步？我就跟各位讲哈，我有三步政策，这是违反投顾老师收会员的原则。涨多我不会买，大量我不会买，过高我不会买，高阶我不会买。就比如讲，像这种股票，宏生。这里没人介绍，这里一堆人介绍。这叫庆腾，这里没人介绍，这里一堆人介绍。这操纵，这里没人介绍，这里没人介绍，这里一堆人在做介绍。双红，这里没人介绍，这里没人介绍，啊，这里一堆人介绍，这里一堆人介绍。然后呢，我介绍给你的都是，我要买 TBK。我要买宏达电，我要买精彩，我要买宏杰科，那你自己判断吧。
我问你，你做股票想要买高档还低档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跟着投顾老师，我跟各位讲哈，不是那每天发一堆讯息叫你去追股票，不然呢，啊就是去追那个涨很多的股票，啊不然就每天在节目上面连恭维，哇讲绩效每天都大赚，啊你是有头壳歹啊无啊？你要在看那种节目，你要看的是我这种股票都买低档，指数的部分都事先预算高低点，棒不棒利不利啊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常在讲，趁钱学技术的找我，趁着跋筊你去找别人。只要你在股市里面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赢家，唯有你要跟我学，跟我学就对，就交给我。好，所以广告中时段的电话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来，郭先生带会员的四不原则：涨多不买，大量不买，过前高不买，高阶我也不买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都是低买高卖，大家不要我要，大家要我给你。好，那如果愿意跟着我赚钱学技术的，或是任何问题的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8月15中秋节，启发投顾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月圆人团圆，月满财更满。启发投顾中秋感恩回馈特别推出圆满计划，让您春夏秋冬鬼泥化，财库满满满。投顾界的领导品牌，启发投顾圆满计划专线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。